拿到全国选手节目冠军之后，出头的歌手朱丽琴上过冻奖，就冻就爆发了。2022年发现自家半个内癌，我给冻自己乐观的看案，没想到错身阿布。朱丽琴不下言对其的 Facebook 当证实，朱丽琴已经对错身阿布过身了，即将40岁。安定影像的歌声，特别记得勤快努力。歌手朱丽琴总是不仅知道动有发力，有正面能量。没想到出身安部，家父抗议，托家面书房证实，朱丽琴现在内癌专家的，是到40岁。娘妈妈，近来身体好么？朱丽琴讲下我妈说，不过自从客家歌当发调，又当有感情，家庭都关系的行业，时时就受到家公的影响，当好业务。这首歌它是一个很可爱很轻松的歌曲，那里面其实有一个东西跟我的阿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连接。天满拥铺流莹莹的有同流铺在山当怕谢谢的有同发。其实在音乐当我许多的当中热情，因为看到他总是笑面，我感觉到他是有一种温柔的力量，他当坚挺。要会唱要会创作的朱丽琴，不但唱得到的歌唱节目总冠军，他就各位要本意唱到特有名。大家第二高神的消息，当到演艺圈的好朋友同 fans 对于杨明书行发文章留言而投机。2022年发展期间哈，朱丽琴是讲佮自家拔的内癌，这个癌症两年人来，佮当乐观，当坚强面对，也经历了专家的。不过同 fans 同好朋友的心肝态度，佮转述朱丽琴的温柔同一条，就会变做佮拥有纯粹的力量。下个新闻，林伯君副粉丝综合报道。